韩国皇室宫廷的一些装饰，都是从韩国特别带回来的。宫廷传统拌饭是从前韩国皇上御用的方式，他们喜欢红黑白绿黄呈现的一个很有温度的一个料理。我觉得我们这边就是可以打造这个后厨房，菜色啊各方面也都很做得很棒，把这边当成第二个家。我想说呀，那提醒你一句，因为我们在腌的时候，我们会帮他按摩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台湾百味。